欢迎来到魔术玩家，这是一个有趣的知识性的魔术频道。八块也好，八块。这块是全块，但是我那你帮我写一个数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随便写一个数字，当，当这一个白色的遐。我这样，五，五再减一片来，五再顶头减一片来，五，这样你看无？啊，即摆吼，贴纸吼，凊彩你搭，看搭第一个所在做一下记号安尼。大家，因为吼，咱这钞票吼，拢差不多啊，打数字无同，这变号无同啊，所以吼，安尼打贴纸较清楚。啊，即摆吼，我甲伊拗起来，拗起来，甲伊拗啊细顶的吼，啊，甲伊拔起来，拔起来，用钳拔起来。包安喏，安尼，啊，即摆吼，我用囡仔甲伊盖，囡仔，用囡仔甲盖，放袂内底哦。啊，你帮我吼，甲这，迄落钞票吼，先订下，订下哦，订好吼，啊，我照一个迄个公仔吼，公仔。先放咧遮，这个有一个锁匙，先放咧遮。啊，你有电话喏？搁有电话无？有啦，干无？哦，有啊，有啊。较悬的哦，较悬的哦。我走。好，即摆哦，我进两三日放去哦。进两三。啊？你咧讲个哪？哎哟。无去啊！我啊走去倒去啊！走去讲啊！走去讲啊！讲啊呢？无走去讲啊！讲啊，这有迄个舌头的呢？走去甲囡囡仔。哦，囡仔，囡仔都无啦。伫你的，阿妈讲伫你的手啦。哦，阿妈讲伫手啊，手无啦，我哪走去手？手。我嘛无。啊！你走去倒去啊？你检查者，一定八个。啊！一定八个。啊，即摆吼爱一个五块。我无爱几个。啊，这少的呢？迄少的吼，啊，这一个五块吼，这五块嘛，你检查，五块嘛。五块的吼，注意看哦，放咧手哦，看哦，没收底啦，你回家。但是。一百算无诶。啊，你讲安怎？一百算无诶。啊对啊，啊一百，啊头拄啊定一百块啦，啊即摆吼，你帮我收起，你帮我收起，放咧内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叫一条链仔哦，链仔吼，这条链仔吼，我甲这个链仔吼，甲放进去哦，放去遮哦，好，放去遮吼。啊，你帮我吼，头拄，无要紧啊，头拄啊，你有放一支锁匙嘛？啊，我放一条链仔嘛，啊，你帮我吼，放链仔，啊，头拄啊，放起来哦。哦，好厉害！好厉害！一碗高级的。系啊，你看有伫内底无？你看有伫内底。有啊。有高级的。有吼，伫内底哈。嘿，啊，这锁匙要嘛？
要开车。哦，要开车啊！你敢你敢我帮我开一下？这敢我？你开看一百块钱无？哦，你看见？来，哦，有啊有啊有啊，开开啊开开啊开开啊！啊，但是这可能真歹揢出来哦。哦，啊，搁一支叉烧嘞，啊，现拍开看嘛。哇，啊，搁用砖的呢。这袂入味啦，不要紧。袂入味都甜。啊，都足条你袂甜啦。奇怪。无啦，唔着得出来，你袂晓家己看无？奇怪。有啦，有啦。啊，锁条会当。无啦。啊，嘛爱拍开看顶头你写的数字无？你头有打一张贴纸呢？嗯，对啊，看迄张是有钱的。本来看好的，本来你看好的，大地家，大地家，互恁看，互恁看，互恁看。要哪入去啊？这电白的要哪入去啊？安怎走入去啊？啊，这素的呢？恁娘。